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要打起精神。 哥，我失败了，我真是太没用了，对不起啊。你没事吧？ 别气馁，给你压压惊。谢谢啊。就算这次没有机会了，还有下一次，下一次，再下次，只要你不放弃，就一定会有机会的。这是我一个朋友经常跟我说的。 那你那个朋友，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机会了吧？不知道，也许还有机会，也许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要打起精神。 叫我老梁，这是哪儿？你没事吧？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哪儿？你不会被打击过度了吧？你来参加海选啊？海选？蜜语指南二号。天助我也！你别灰心，还有机会的。别灰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落选了？应该是啊，你前面看起来快哭的样子。 海选什么时候结束？差不多了。海选在哪个房间？十号厅啊。谢老梁，我要再争取一下，一定还有机会。